위하이엔 중국 국제무역촉진위원회 한국대표부 총대표님의 축사가 있겠습니다. 힘찬 박수로 청해 듣겠습니다. 존경다 민병국 대표, 정태진 차관, 林维宇会长，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 很荣幸作为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的代表，受邀参加今天的中国论坛。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和韩国的 COTRA 相似，成立于1952年，是全国性对外贸易投资促进机构，主要职责是落实国家有关重大发展战略，促进对外贸易双向投资和经济技术合作。 推进与境外对口机构机制化合作，管理全国出国举办经贸展览会，负责中国参加国际展览局和世界博览会的业务，举办和组织企业参加经贸展览会、论坛、洽谈会及有关国际会议，在外经贸领域代言工商，参与经贸政策法规制定、对外经贸谈判和国际上市规则的制定。 开展法律顾问、商事调节、经贸和海事仲裁、签发和出具出口商品原产地证明书，提供专利申请、商标注册、诉讼维权等知识产权的服务，组织企业和组织产业和企业应对经贸摩擦，提供经贸信息、经贸培训等。 中国贸促会与各有关国际组织、各国各地区贸易投资促进机构、商协会组织和工商企业界建立广泛联系，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交流合作及中外企业服务。中国贸促会驻韩国代表处作为中韩建交31年的亲历者和贡献者，与韩国 COTRA 大韩商工会所、韩国贸易协会、全经联及韩国进口协会等机构建立了多年的合作关系。仅我本人就经历了中韩建交、中韩 FTA 签订和中韩建交30周年等重大活动。我们2023年迎来了中韩建交后的新的一年。 中国贸促会积极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18日在庆祝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建会70周年大会，也就是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上视频致辞中的指示，中国贸促会将织密服务企业网，扩大国际朋友圈，在推动高质量发展。 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中再接再厉，争取更大的成绩。贸促会后续还举办了2023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也以坚定信心、合作共赢、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与会工商界代表进行了广泛深入交流，达成了一系列共识。 形成2023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北京倡议筹办第一届链博会是贯穿全年的一项重点工作，是我们主动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空间的重要行动，也是疫情后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搭建的全新交流合作平台。首届 链博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由中国贸促会所属的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承办。我们将与多个国际组织共同筹办，展览总面积预计将超过10万平方米，设置5大链条和1个展区，也就是智能汽车链、绿色农业链、清洁能源链、数字科技链、健康生活链和现代物流等供应链服务展区。 展会期间，我们还将举办开幕式及全球供应链创新发展峰会、6个专题论坛、1个智库论坛、即报告发布会以及形式多样的供需对接会、行业研讨会、新产品发布会等系列配套活动。这也是我们疫情以后第一次以产业为角度和这个特色的一次企业家的一个聚会。
目前全球产业参与链博会的热情高涨，截止目前已有300多家中外知名企业确认参展，国际参展商达到20%以上，涉及5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参展商最多的国家是美国和欧洲、日本、东亚地区的参展企业也在不断增加，彰显了首届链博会和中国市场的强大吸引力。链博会是一个 上中下游衔接、大中小企业融通、产学研用协同、中外企业互动的开放性国际合作平台，对参展企业和采购商来说，将从贸易促进、投资合作、创新集聚、学习交流等方面取得收获。 2023年7月4日，中国贸促会驻韩国代表处在首尔举行了链博会推介会， 并促成了中国国际展览公司与韩国世界电动车机构签订了代理协议。欢迎大家关注和参加博览会的展览、论坛及各项洽谈交流活动。到疫情后的中国看一看，与近年持续发展起来的中国企业聊一聊，相信对中国市场和企业的变化有新的发现。百闻不如一见，百见不如一看。 希望大家到我们的办公室来交流。我们办公室在崇礼门的大韩商会会所旁边。除了我们履行总部安排的中韩贸易投资促进任务之外，我还承担了韩国中国商会事务局的职责。刚才尹会长已经提到了韩国中国商会的工作，今年我们将 重点加强和深化韩国地方交流和产业合作。我们今年已经去了庆尚北道，还有黔罗南道，尤其黔罗南道的一些光阳地区的制造业集聚的地区，我们发现了很多合作很好的案例。还有我们10月份还要组织跟 Newspin 合作去重庆北道进行生物医药方面的一些对接活动。 后续我们还要配合釜山的世博会来开展一些中资企业的去参观。最后，中秋节将近，祝大家共同在中韩两国人民共度的中秋佳节快乐健康，谢谢大家。 네, 고맙습니다. 위 하이엔 대표님의 축사 감사히 잘 들었습니다. 종합 뉴스통신사 뉴스핌 20년. 이제는 성년으로 성장했습니다.